你好，今天我们说一个故事，叫王婆卖瓜。然后我们说一个绕口令。对，好，我们先说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，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他姓王。你看他很老，所以我们叫他王婆。王婆做什么工作？对，王婆卖东西。她卖什么？她卖瓜。对，瓜，可能西瓜。她还卖花。对，花。王婆安静安静安静地卖她的瓜和他的花吗？不，王婆喜欢说话。王婆说什么？王婆喜欢说她的瓜很好，她的花也很好。对，王婆喜欢夸她的瓜。王婆喜欢夸她的花。王婆说，你们来看看，我的瓜很大，很甜，很便宜。对，我的瓜又大又便宜又甜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买我的瓜。然后王婆说，你们来看看，我的花很漂亮。你看我的花很漂亮，也很便宜。对，我的花又漂亮又便宜。来来来，来买我的花。对，王婆说她的瓜很好，王婆也说她的花很好。可是有人来吗？不，没有人来。对，没有人理王婆。王婆难过吗？不，王婆不难过，王婆还是笑哈哈。对，王婆还是很高兴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说了一个故事，是王婆，她卖瓜和花。他喜欢一直说一直说，他的瓜很好，他的花也很好，可是没有人来买。可是王婆不难过，她还是笑哈哈。对，现在我们来试试这个绕口令。第一遍我们慢慢说，第二遍我们快点说。好，第一遍慢慢说。王婆卖瓜又卖花。一边卖一边夸，又夸瓜，
又夸欢，夸瓜大，大夸欢，瓜大花好，没人理他，可他笑哈哈。现在我们快点说，王婆卖瓜又卖花，一边卖一边夸，又夸瓜又夸花，夸瓜大，大夸花，瓜大花好，没人理他，可他笑哈哈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和今天的绕口令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一个人很喜欢自夸，很喜欢说自己很好，比如说一个人做饭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我做饭真的很好吃，太好吃，那你可以说，哎呀，你真的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你明白了吗？如果你明白，留言给我一个例子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